马来西亚出生的台湾导演蔡明亮出席曼谷世界电影节，拿下为奖励贡献电影艺术的莲花奖，并把这个奖项献给长期合作的演员李康生。蔡明亮这次为电影节带来的新作《脸》，来自法国罗浮宫艺术殿堂的邀约。在电影放映前，他向泰国影迷简短介绍《脸》的诞生。男主角有李康生跟法国很重要的演员是双片龙，他们的博物馆跳出来说他们要收藏一部电影，这个邀请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所以我自己很开心，我做一个导演有一个很有一个自由是可以一直拍李康生。也担任过导演的李康生，电影也曾在曼谷电影节放映过。谈到与法国演员合作，语言不通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事。是蛮特别的一种感觉，因为我的外文也不好，尤其是法文，所以通常都是用很简单的英语在沟通。虽然不能沟通，但是有时候会激起不一样的一种火花。蔡明亮访问过泰国多次，这次接受许多媒体采访，他也提出对泰国电影环境的观察。泰国也是非常商业的一个亚洲国哈，在电影的表现上也是非常非常商业，所以显而易见，他们也很渴望有真正的电影出现啊。包括我也认识很多泰国年轻导演，都很优秀，可是他们一出来面试的时候，要到那个市场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去面临可能拍鬼片的一个宿命啊。能在商业化的泰国电影市场领到莲花奖，确实十分难得。蔡明亮也为坚持电影艺术的后进导演打了一剂强心针。中央社记者林景平，泰国报道。